我的小白终于呢要做一个改装计划了。所有愿望也是满足的。所有愿望也是满足吗？进阶方式变成改用强制进行做，这人家所谓说竞争压。上次记录了那个原厂啊，最大102匹啊，然后今天哦，你看哦，你的马力是最大是大了差不多。飙起来！一定很好奇我这样子改了多少钱，总金额是你打给我，我是豹母皇后的大大，欢迎收看大大看货。今天开头场景就不一样，我们今天呢，我的小白终于呢要做一个改装计划了。其实我本来是没有想要改车的，我不是女杀手好吗？我是安全驾驶。不喜欢你开咪咪的车，我不想安全驾驶，不就是自己的车不车要凑别人的车。我原本就想说，哎，外观派改一改就好了，但是外观又牵扯到铝圈，包含就是每次在开的时候，你看 Fit 的原厂数据是120匹马力嘛，对不对？开的时候你会觉得它会有一段是几乎没什么力，但是就算了，反正这台车你还求它什么？它就是小巧可爱，市区买菜车。然后就现在有一个这么懒人包的，对于我这个改装新手，我又不用做太多功课，就想说借这个机会，干脆我们就上了。这个老板是算是有一点交情的，因为他就一直我就有跟他聊改装的事情，因为改装都是跟他请教的。但是改了哪一些东西，我们俩到面再介绍。然后我们前几天我们就有去做这个，把我的爱车第一次这样子超，我们就站上了那个马力街。对，所以它原本的数据应该是要120匹，但是已经掉到了100匹，扭力也是有掉，但这是正常衰竭啦，所以我觉得也还好，所以就看看喽，看有没有办法这一次能不能改到一个喜欢的样子。对 ，15 minutes later。那我们欢迎。认识超久超厉害的阿朱哥，嗨，大家好，嗨，阿朱，现在应该如大家所见，非常的精彩吧？这些菜色，浮夸两个字就是这样，浮夸，所有愿望也是满足，所有愿望也是满足吗？其实也刚好啊，就是可以收集到就是各个零件，因为本身 Fit 就是比较偏轻盈的小车，对，所以它的刚性跟结构就是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就。特别就在找了这一组拉杆，包含前三脚架啊，那个防倾杆啊，后方倾啊，底盘键全上了啦。然后包含就是我们的避震器，因为它不是干爹的部分，那个就是麦克就在朝后面。对，我们直接这一集差点直接寄发票过去。对，请洽。知道这些太多了。最主要这个主角嘛，我们这次改这样子进气的方式，变成改用强制进气，用增压的方式。那我们增压的涡轮这个大概是2号 ，HI 就是2号涡轮，大概就这么这样子。就是小大小大小大小，目标增压值应该也是设定在大概0.5，就是做这人家所谓说轻增压。那我们只是想要动力稍作提升，其实我们不需要做到引擎强化的部分。这是中冷，就是我们的涡轮中冷器，冷却进气的温度。所以如果直接热的温度进去引擎是也不好，当然它的温度越高的空气含氧量越低。哦，对，所以我们就进。所以泡汤的时候会缺氧，就这样。就是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赶快起来，会头晕啊，就对。只有今天限定，台阶的中段跟尾段，这个都是定制的中段跟尾段。对，但这个不炸街，它的声音会被叶片抵消掉，比原厂低沉一些些。我们自己开开心，但是不要去影响到别人。没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呀，碟盘就稍微对吧，加到286。对，做一个自动的提升。那我们就开始把它弄上车吧。上车。开一下，开一下。啊，没空去找别人呐。台下，哎呀，去力宝啦！台下，嘿，我没车。不用那么麻烦，马上上巅峰极速，让你一秒当车神。什么？我们竟然借得到手游业费，也太粗了吧！巅峰极速采用 UE4 引擎和 Codemaster 专用的 EGO 物理引擎，是世界顶级标准开发的赛车手游。
拥有40多家知名汽车厂牌官方授权合作，法拉利、兰博基尼、奥斯顿马丁、BMW、保时捷，让玩家可以收藏超过100辆真实存在的经典汽车。除了1:1雷射扫描、3D 建模的高拟真外观，连车门、音响等内装也不放过，绝对可以满足细节控的你。哎，我还有我的 Fit 哎，哎，它女圈的完全都还原呢，帅也太帅了吧，好可爱哟、哦。除了车款，还有世界各国著名赛道也都等比还原，让你畅游芝加哥、旧金山、阿姆斯特丹等身临其境。而且车体颜色、轮胎、刹车、空力套件都可以依照个人喜好做调整，让你大改特改，打造专属于你的赛车。当然，人物的造型也是必须的，除了有自由的捏脸系统，还有各种风格的服装可以搭配哦。哎，不是，谁睡觉被太变态了吧？多种排位赛、淘汰赛的赛制组合，让你跟全球各个玩家体验真实尬掐的快感。怎么可能？你为什么有雷士叉？为什么？怎么可能？赶快下载巅峰极速，让你成为巅峰，体验极速。很轻，你应该看我拿的，你知道那个感觉，应该看得出那个差别。哇哇，这个2倍吧！哇塞！哎、欸，真的真的哦！哎、欸，它是空心的哦，几乎是空心的哦。那它这个，你看它这个厚度，就是司机就是这个厚度哦。我还在喘，很逊，还在喘。现在包完了，就是感谢小周。满意吗？我很满意，我刚刚就已经在抚摸它了，我刚已经在抚摸我方向盘，因为那个是蓝色的地方是鸡皮嘛。对。那我鸡皮部分我要怎么照顾比较好？就一个月左右拿干净的布跟水，然后稍微擦拭一下就可以了。不要清洁剂。对，酒精类的清洁剂也都不要用。寿命呢？它可以用多久？寿命正常使用下，一年以上都没问题。哇，啊、跟新的一样哎！啊，那你们有保固吗？有啊，我们塞边跟缝线是永久的保固。哦，是跟永久保固哎！哎、欸，跟我们一样哎，优质的店家选择优质的店家，互串互串，谢谢小周，谢谢西西，感恩辛苦了。
好，我们现在呢，我的爱车布布已经来到了小何老师这边。耶！现在这个是在干嘛呢？这个东西要绑着，不然在上面跑的时候会车子会跑走。对。对。所以像我们在绑这个时候啊，我们都会绑着很多条，因为像你去看其他人拉马力，也许就是前面拉一条而已，就是简单拉一下，有时候跑一跑车就会跑走。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在上面这边有很多参数，是你本身你车子的 OBD 要供应的话，你这边就看得到。但是就是说你这个车好像看不到。哎，张姐，因为本身你的 OBD 没有资源。哦，就是它的讯号没有支援这东西，你就只能看基本的你的马力、扭力啊，还有这个空燃比、增压值，至少可以看到这四个东西。哦，对，达达，你预估你这台车等一下会有多少马力？当时是有在讲说可能会比原厂数据再加20，那很保守了。真的假的？因为涡轮上去通常都是成350匹起跳的，差很多哎。等一下，好啊，那我是驴是马，等一下就马上就知道了。好可怕哦！好，好，见真章。现在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要来看一下这个成绩单的部分？马力图。OK。上次记录了那个原厂啊，你当时那时候是最大102匹啊，然后今天呢，你看到你的马力是最大是132，所以大了差不多30轮嘛。有。那刚刚我们看了它的增压值啊，单位是 PSI 啊，所以你要那个除以14.5，所以是0.3，但是0.5。啊，不是0.5，差一点点没关系。但是我们看大致的方向，就是说，不管0.3或0.5，安不安全、耐不耐用，这是关键。然后我们刚刚不是有帮你做了3次的测试？对，是的。哦，连续3次测的话，它都在133、130匹左右，没有什么热衰，代表就是说你打0.3的增压对这个车啊，没有什么伤害。然后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自排变速箱最怕就是说扭力过大的时候会把变速箱搞坏的。但是刚刚3次这样跑起来。也没有发现，所以不要去执着说哦，一定要可能哦0.5或多少，他可能预期当时预期也可能要0.5，但是他可能也有也许有发现说太高了，最终就是安全了、啊。我觉得安全是重要的。原厂我记得前面3次它差很多，对不对？对，这个是原厂的，所以它拉到这边有没有就热衰就掉了一下，然后到这边之后他又觉得没问题，之后又爬起来，他原厂的那个电脑自我保护。哦，自我保护。对。小何老师，好，感谢你的分享。我来搜寻小何老师。小何老师。哎呦。好的，我们现在要来上路试驾喽。首先呢，就是避震啊。你现在坐应该就有觉得偏硬，有没有？而且这样我拉杆是下面是一个王字嘛，就是全拉满，所以它整个是爽掉了，你知道吗？它原本是一个果冻一样，比头原本是这样，你就想象你在果冻上面绑龟甲鼠，你懂吗？就是你不知道吗？我也不知道，龟甲万你知道吗？老一代的 CRV 还。嗨，它你会听到它就是转速有上来，然后但是它还没有弹出去的感觉，因为它要到一个程度之后，你才会开始速度才会上来，所以它不会是说你一起步你就觉得车超快。但超车有差吧？有啊，超差多的，超差多，哎，超差超差超多，差超多，讲错了不得了。哎，什么？我刚讲什么？超差多的，超差多，哎。哦，再来就是铝圈啊，因为铝圈是后上，然后铝圈后上的那个时候超有感，瞬间觉得你车真的是那什么轮上1公斤哦，还是什么轮下，对，而且它又好看、哦，我最喜欢白花了。而且你最喜欢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它会有那个啾啾声，很稳呢。错吧？没有，我真的觉得蛮稳的。可以啊，然后再就是因为它车轻又小排，就是像刚刚那个弯，有没有？你会觉得它现在是有点贴着走的，而且你就算出弯的时候，你晚一点踩啊，你也不会觉得它会就是好像会推出去的感觉。我觉得整体的感觉就是非常喜欢啦。
然后看这个方向盘，方向盘盖起来也是舒服，你看舒服，摸起来哇！谢谢小周，谢谢谢谢，感恩辛苦了。飘起来，飘起来！油耗怎么样？咱们就别填油耗了吧。它原本可以二十几的，我现在改完，你知道多少吗？11.3，跟11之间拉过马力，不然平常我开是可以把它开回12这样。然后我刚刚有彻底的感受到，轮胎抓不住，下山已经极限了。再下去，对，下一条把它换掉，这样就好了。缺点是车内的共振很大声。然后像我以前听音乐，可能就是以这个主机的音量，我可能听4到5，我现在开到8吧，一样的感受，所以就等于是真的车内的有共振有变大，对。秀一下，秀一下。腿最近你不是说比较粗吗？有什么腿？对啊，是你腿。试完的感觉就是爽，当然你说后悔哦，其实我觉得除了共振这一点以外，其他我觉得还好。因为避震这个，我本来就是比较喜欢路感偏清楚的，反而是乘客可能乘客感受就会有差。因为我载朋友们哦，就经过一个窟窿，哇哇哇哇，你的车怎么变这样？怎么这么硬这样子？我就说，不好意思，我喜欢偏硬，所以就是，避震。有些人喜欢软的啦，我是喜欢硬的，避震。等一下这段越描越黑。你好色。但是共振这一点，可能下一步会去动啊，我会把共振的部分看怎么样，再去做点功课，再把它改善掉。来，打开来就是有好料的散热香菇头头，然后你看到这个 sweet 的拉杆跟中冷冷排，因为你涡轮要散热啊。雨轩部分那个时候很幸运，是找到一个愿意割爱的本田迷吗？还是 JDM 迷？所以我这看其实是二手的，可是它几乎90%，它连纸箱、原厂的保卡那些全部都在，包含铝圈套都在，然后包含这个盖子也全部都是 race 的，正 race 的，然后再加上它是限定款。据我跟一些改车的朋友们请益啦，他们是说有这个红色的这个 CNC 的这个标签啊，其实就代表说他们其实是会在那一批会限量的出几套，那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算是限定的一个感觉，所以这卡我真的超爱的。整体最满意什么？就这卡。总之呢，今天这个整体的这个改装的这一个特辑，耗时了这么久，然后动员了这么多人，谢谢大家帮我圆梦。然后呢，是不是大家这个时候就想说，那一定很好奇我这样子改了多少钱？动力方面，我大概花了17万，因为我们算是有一点好交情，可以看你的需求去做挑选。铝圈的金额是5万块，超级超级便宜。不然正瑞石化通常应该至少8万块，然后再加上我的卡钳是有烤漆的，然后是有含拆下来的工资，这些大约是在15000左右，总金额是23.5万。等一下，文超多。讲到这里，还没有看到上集人要赶快去看哦。我们这集是改装，对不对？然后上集内容就是有包膜的范围，然后跟外观，然后外观整体为什么要这样子贴，大家都可以再回顾一下上集。然后我是达达。下次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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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蚊子真的很多哎。好，可以开始测试。50。